沙田凹道，为观音山和狮子山中的山凹。由于可以前往的大众交通工具很少，平时人烟稀少，有的只是在当地运动爬山的人。沙田凹道沿途有多个景点，包括狮子亭、紫竹亭、观音庙、飞鹅山及东山等。站在沙田凹道上，还可以清楚瞭望整个九龙半岛。若是喜欢神秘景点的旅客们，不妨考虑租一台车来到这里，享受静谧的氛围，或者带上亲朋好友来到著名的飞鹅山登山运动，贴近大自然，欣赏多种景点，在假日疏解平常累积的压力，重新出发。